格雷斯与郑嘉颖有传在本月12日于巴黎举行婚礼，前晚位于巴黎附近的印尼旅游胜地龙目岛以北近岸发生尼科特至7级地震，当地更一度发出海啸警告。问陈凯您有否担心，他表示会密切留意，并以短讯回复 Yes, I know。 至于会否取消婚礼，他在短讯打了一个代表祈祷的手势，似乎是祈求行礼时有好天气。